踪，一阵春吹乱阮坚定的倔强，一个人伴两袖冲光，随风四季流浪。霍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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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霍天！莫妹，莫愧是霍天死啊！霍天，你不要你死，霍天，霍天啊！对，这两年报应。找两年报应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！有什么好通哭的？杨霸天的三宝印在我的手头啊！一场好戏我无看到，实在是太可惜。三宝在你的手头，哼！向我见面！三宝到手，初魂体嘛死啊！我离目标愈来愈近。初寒秋，我这么多恁爸仔团圆，你有感谢我无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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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是来帮助伊完成心愿的。你头回讲我清楚。初魂天的尸体化灰掉，杨霸天还阁掌握伫我的手头，这么多年的怨恨，我已经拢出气啊！我着甲事实讲予恁知影，恁苦苦找找的初寒秋，你十五年前，我尽断全身的筋脉，等来这个断崖。昏天哪！天哪！这是什么所在？魂魄已经倒转来家己的身体了。原本得意喜不休，欲将天下快运休。转眼变化难作秋，一心扑街该下秋。好一劫初昏天，甘愿赴死太疯癫。
做我乡都霸业剑，命归红刀。虽可怜，哼，如今我这款破败的身体，是要安怎称霸天下？可恨！小叔，你真是啦！我问你，在什么所在？我先来了，爹家。你现在做唔应？敢讲？你无要认我这个主人啊？是唔？这是真少富家来的密信。你来伫遮？我是来遮保护小主的。保护我？我想，你应该是伫咧看守我吼。小叔，你是要从啥？我要离开这个所在。小叔，你袂当离开。凭你也敢阻挡我？小叔，我是烦恼你的身体。你啥？那个不，我就抬你。啥物？混天师？无唔对，混天的尸体，你无做应用。等落去万灯深烟，十五年前，韩秋叫我做汉，我是死都要来断个。做什么路用？
你应该甲伊切出，害新兵家要将英勇报仇才对啊！我们混天师哪里？我比我伫身上的分量呢？伫这段时阵，我都注重血脉，救离开混天的身躯啊！今嘛分量的分票，应该都等于家己的身躯顶。相信你今嘛，一个我伫这世界。不是我的魂魄离开我的身体太久，因这个人我根本都无放伫我目睭内，我的身体还未好完全，绝对袂用跟有正面的冲突。七路妖精，我这个时阵袂用跟伊见面的。是龙霸天，也是苍云天。我当然是龙霸天，因为苍云天已经死了。什么？苍云天已经死？无唔对，你若唔相信，应去问李无双迄件人。龙霸天，我话都未讲煞，你就这么着急要走？莫非你是惊我杀死你这个杀父的首领？根本就无需要惊你，因为太师恁阿弟的人不是我，是初魂天。你又别讲，你当作我唔知道你用魂片控制初魂天，所以我阿弟才会死吗？哼，无唔对，当时我的魂片确实是我伫初魂天的身躯顶，也唔过我并无完全控制伊的意识，伊是伫有地界的情形之下，太师恁阿弟。而且伊的手段非常残忍，害死人以后，伊全无罪恶的感觉。所以，我并无完全控制伊失控，所有的情形拢是来自伊有杀心。你的意思是讲伊有杀心，是因为伊的心内嘛安尼在想？对，应该去找楚文天报冤仇。你当作我相信你讲的话吗？好。你哪里？我嘛讲予你听。楚云天就准讲伊有杀心，但是伊并无杀人的勇气。伊的杀心，阮阿爹拢是受到你的控制。还佫有，我答应过董辉要帮楚云天算，但是我并不答应讲要帮你两百天算。我阿爹要死之前，你是安怎接我伊？你后转去几支镜头啊？我们赶快救助！哎呦，兄弟，兄弟，哎，救救救救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好了，你，我呢？罗小姐，有话可快讲啦！我跟伊无啥物话通讲，我今日要杀死这个杀父的首领。丢丢丢丢丢！哎，这个龙霸天哦，实在是足可恶的啦！迄人伫咧讲哦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是时机未到啦，罗小姐。现在很多人都要等着看看这个大坏人他的报应，罗小姐你是千万不能冷心，好死好死，我你呢，你骑三天火刀啦，罗小姐你就听我说一下，这龙霸天是真可恶，不对，我你呢，不过你阿爹给什么人杀死的就要分不清楚了，对不对，我你呢，再说他是我大的小弟，我不能让你杀，啊！人伫咧讲，拍狗唔爱看主人，我咧啊上无唔爱看楚夫人的面子对无？唔爱，迄面子一斤是值偌济钱啊？罗小姐，
我跟你讲哦，你手不简单才找到你的杀夫修人哦，你是千万唔通放伊线。等一下吼，留一刀啊，给我留，我要替红小姐报仇。这款唔免走跳江湖的千金小姐，啊哪会这好骗呐？小姐，小姐，阮找到龙霸天啊！咁真实的，伊是清醒，也是昏迷。我嘛唔知要安怎讲呢。你到底要我从你倒位？我你要带我行就对啊啦！这这多啦！韩玉娇，想袂到咱搁见面啊！这毋是想袂到嘞，是阮小姐一直咧找你。找我？哼，应该是咧找我的身体。希望我的分明，较早离开苏云天，通我救伊对无？这当然是原因之一。哪呢？你就免搁再费心啊！初分天已经死了。何必就骗你？楚云天，为着不让我害死李无双，竟然甘愿死在李无双的手头，你真是已经死了。安怎？真伤心对吧？得不到伊的心，连人你嘛得不到。得不到心，至少就要得到人。这是恁某一部分恁查甫人的想法。不过，阮女人无同款，若是得不到心，就甘愿什么拢无爱。韩玉娇，你不需要再自欺欺人。我讲楚文天已经死了，敢讲你不相信我的话，已经死了。我不相信，我无看到，我不相信。我活爱记人，死爱记死。哼，我都接受事实。给你我爱，你到底是爱伊什么？伊即卖无伫我的目睭前，伊的代志我嘛无法度管。我的目睭前只有你。我，哼，你害我的性命是，你著趁一阵。我落在你的手头啊！死，我嘛无怨无悔。小姐，你去边啊？我来讲。喂，我对你客气，你耍你一直呛哦。对，咪芳的，你去边啊？我来讲。我你咧，龙霸天，你若要死吼，免惊无鬼通做啦。韩小姐，我你咧，趁你即马伫咧破病哦，咱就好死。哼，唔系讲哦，是替世间拄着一尾海棠。哼，美芳，去把我药箱摕出来。要创啥？公公，你要救伊哦？
我伫咧韩小姐啊，啊你无听人咧讲哦，迄救堂是妖妖术，啊救人是无功劳咧，这种人哦，啊无值得咱救伊啦。对啦，小姐。碧芳，我叫你去，你唔紧去，顺便喝一块烧水，互伊洗脚手。好啦，行。哎呀！韩玉娇，你以为安尼我就会感谢你是？哼，你偏偏太幼稚。你讲，你安尼做到底什么目的？我知影，你唔相信别人会对你好，我给你一个理由。就算讲我安尼做，是为着楚云天，因为你是伊的小弟，安尼理由，你敢愿意相信？